野外风景特别好。没有，我说风景。啊，风景很棒。才没有，想多了。哦，好。哦，好。嗯哼。啊，知道造船。到二十的是从零到二十吗？应该是吧。对啊，不然你要从十等到三十等也太累了吧？什么零到二十？原路。这样我要先想办法把经验值弄到归零呢。归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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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。你们两个讲一样的话，好险我没讲，不然就三个了。哦，你嘎仔，讲一下嘛。行，我上一次那个恐怖，我有点怕。恐怖率很高，太恐怖率了，这恐怖率真的太高了。天哪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森林中的村庄，哎呦。嗯，哎呦，这里有什么红石机关啊？这要干嘛？啊，那个不要理他，他在弄陷阱，要害我，他要做坏事，对，我在弄陷阱，对，危险。那个红石商人可能去回收一下，刚刚那个啦，他种那个马铃薯的哦，对，那是陷阱，等下杀人用的哦。对哦，好，这一盏一盏的红石陷阱，一盏一盏的，对，每亮一下就有一个人会死掉，很恐怖。哦，我以为是每亮一下就有一个马铃薯会死掉，就有新的马铃薯会爆出来。对，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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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有狗叫声？不知道哪里的。嗨，村民。我听猫叫声。我听猫叫声。喵，有猫叫声。猫。猫。没有，没有线。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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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。对了，铁巨人，快拿花给我。不要，不要给他。猫。不要。他是谁？不要给他！不许给他！不可以！啊，我知道他对村民拿花，然后在他面前这样就好了。啊，我回来了。这样是可以的吗？恭喜你！真漏洞哎！你的名字叫铁巨人啊？哎，所以你有一次成功吗？没有，刚刚只有拿了十等出来而已。啊，你应该是被拿走。有人有偷偷拿你里面的东西之类的。对哦。好，是谁？是谁？老鹰，你是凶手，不是我，我是大老鹰，老鹰是不是你？好，谁是凶手？来开始推测喽。谁是凶手？柯南的音乐播出来了。对对对对，就代表有人死了，是这样吗？他真的是死神小孩，真的到哪都死人，死小孩，死小孩，真的是死小孩，坏了，死小孩。这里的话，这样我是不是要往下降？你要往下降哦，不要啦。往下降，这样我才能够铺天花板了、啊，不然天花板直接被我挖开就是露天的了。嗯，巨人拿花给我啦！那往下降，往下降，花啦，花不要，不要，给你这个拒绝。铁巨人，他拒绝你了，拿花给我。你觉得你要用什么？嗯，我这里要铲掉。哦、怎么了？没有，啊、白痴！我又怎么突然挖掉？错了，老鹰有目的哦。嗯，你想干嘛？大老鹰想干嘛？我想拿你的经验值给你吗？就是你啊！就是你吗？就是你！就是你！各种偷，偷偷偷老鹰，游戏功夫老鹰，坏老鹰，功夫老鹰。坏老鹰，我是欧布老鹰。
功夫老鹰是什么？老鹰？怎么听的？哦，涉嫌抄袭哦。哦，换个动作。干什么？嗯，上来。哒哒哒哒。哒哒哒哒哒哒。请说，请说。没有了，没有没有。他说完了，他说完了，卡住。说完了，说完了，说完了，说完了。看到海豚了，啊，海豚！哦，海豚！哎、这应该有海龟才对啊！啊，我的尸首被带出来！啊啊！我说你，你可以雇佣我过去让你踩点啊，然后又要收钱了哦，又要收钱了哦，我奖励，我才没有什么，被拿走了，我没有钱，我只海龟蛋而已。我就是海龟蛋，要拿去赚钱啊！为什么？任务有啊？哦，要几颗、嗯？我只想要一颗而已。他要两颗。哈，那可以先带回家种啊。种？对啊，用种的、啊、种得出来吗？像杰克就是那边对羊撒骨粉一样啊。就撒得出来了，不是吗？没有，我是说要帮他染色。哦哦，是你。哎，我到音乐家楼下有很多羊啊。没有很多啦，我没有养很多，只有养几只而已。都白色的啦，白色的羊。哦，有啊。下大雨咯。你那里啊？对啊。哦。啊、哦。嗯？什么沉思之类的？啊，这里有鱼，砍的比较快。哦、打不到鱼，哇，这是狂吃哎、欸，哇，再吃继续吃继续吃，你是威尔还是什么？哎呦哎呦，要去我？怎么两个人突然抽了一口气？没有，因为我在高空作业啦。啊，小雨我不知道，啊、小雨在小雨在岩浆作业啦。啊，小雨在岩浆作业。有起来，哦，哎，海豚，嗨，海豚。嗨海豚，嗨海豚，嗨海豚，海豚，海豚，白海豚，白海豚。嗯，哎、欸，我们有南瓜了吗？我有南瓜种子有吧，只是没种而已啊。哦、你要做雪人哦。我因为我有一颗南瓜。不是啊，因为防爆真的是不会有那个啊，产不出雪。没有，我让他在那边走。哦。哦哦，海豚可以种吗？海豚，哎呀，你要种海豚，海豚是不能种。我跟你说，他可以，你就是要拿鱼吸引他，然后你是囚禁他，然后记得要命名哦。嗯，那在、欸、可是好像在是不是下一个版本鱼命名是不是都会消失啊？我记得有哦。好像有看到有这个更新，就之后的听，好像有看到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那个消失我觉得差很多哎、欸，感觉。哦、啊，你哦，主要也是因为那些啊，会吃那个不是吗？生物的量。哦，对啊。杰克。买了哎 ，get 哦。怎么了？又被射到了，又被射到了。哎呀！我发现了才被射到。那、哦、就没用了，任务没用了，杰、哦、克不能被发现，杰克，你是发人家的路人，干嘛？你又怎么了？这个少女般的叫声，我刚刚说你、欸、有射出去，但是好像没射到，没有射到，哎，手剩一个半小时，哦，这里好。有了，可以回家了，可以回家了。嗨，哎呦，很难呢、欸。那个楼梯偷偷来。对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笑死！哦，要藏那啊，很难的吧？你们可以偷偷私讯赖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你假装没有，你假装一下啦，我等下分你一半。对啦，交易一下啦。接种一下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一下。然后逮到，哎呀，怎么有陷阱啊？哎呦，到底什么陷阱？我到底是谁呀？哎呀，
超我好意外哦！哦天哪！哦，谁这么坏？哦，我的妈妈咪、啊！就有人说啊，是我是我是我，不是，就跑出来了。超好笑！可是他是说自己也要看到啊。哦，嗯，想说这人到底在干嘛？哎呀，哎呀，你就堵在小雨的门口或什么之类的。不是啊，就是突然走下楼梯，然后往楼梯上看这样，然后我想说在干嘛？有问题？没有，就是你知道我一转头。完蛋，被看到了！做坏事被看到。有人需要那个吗？嗯，钱吗？僵尸村民很缺钱。要！我来！我在我家这边有一只跟着我。我来，等一下。我来。一年，我一颗半哦。没关系。我来哦。什么没关系？没关系，你可以牺牲的，然后活下来就好了。分我一点啊！分你一点什么？治疗药水吗？我可以分你啊！你干嘛？治疗药水没加香菜，不用怕、啊。加香菜他不理我，为什么？他在看我啊！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他，我知道他为什么不理我了，因为我虚弱了。哎，给他虚弱，然后给他精品果。他现在准备要变了，他在准备变的当中。吃金苹果，吃过金苹果了吗？吃过了，来，过来，他自己家的，他自己家坐，来。为什么是我家？进来坐。哎、欸，这个是有职业的嘞、欸，弓箭手吧？对，这是那个制箭师，所以我们可以砍木头，然后换很多那个木棒了。哇，棒棒！啊、哦，他现在正在变，他在抖，就是在变了。耶、yeah ！啊，棒棒！哇，他自家越来越吵了。之后会有声比较好。你问一下，你们有听到雨声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一点点，你讲话的时候会有。哦，好，还好。哦，我觉得你还有别的，我有别的机器在运转，没听到。嗯嗯，然后就等它慢慢变吧。我要去继续施工了。它变多久？不一定。真的假的？我以为都是很快。看他的体质。看他的体质。好像蛮合理的耶。我外面好多怪，为什么？就哈基家。嗯。哈基家。就哈基家。我好难过。哈基家怎么了？啊！阿肋路亚亚。我下来了。阿肋路亚 to you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小麦，啊，是小麦进去吗？啊、不是白天的蜘蛛，你还来打我？啊、没差，算了。他要照到光啊，他要亮度要够。哦，好的。等猫，我回去找猫猫。哦。哎、欸。猫猫。外面有一个人是谁啊？我，你今天有过来这边干嘛？我只看到酷狗。感谢海豚的。你确定不是想解任务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吗？没有啦。这个笑容，我已经失败两次了。笑容感觉就笑嗨嗨呢，干他怪怪啊。对呀。哎，他吃过金苹果了吗？怎么还有点久？吃过了啊，他在抖不是吗？是啦，好吧，算了，我不想看了。抖比较久，就等他抖完吧。因为有一次我是秒放秒成功，吓到。他那因为时间是不固定的啊。对啊，我就改了哦，怎么快？哎呦，干不？怎么看到你？干嘛？你在看什么？不是，我是你快死了哎！你是不是？你要对不对？是不是成全你一下？你没有，你在看什么？你是不是踩下我的陷阱啦？踩下啦，我分你啦。我想说去村庄逛逛，好难哦、喔，做陷阱，藏宝图，哎呦，藏宝图，找宝藏了、喔，里面很容易出一堆钻石之类的哦、喔，还有毒马铃薯、喔，对啊，对，有毒马铃薯，毒马铃薯，很多金啊、铁啊、沙子啊，很多，还有、哦、海灵核心啊，
哎呦，小雨，为什么刚不让我射到一下、啊？你怎么到处想射人啦？对呀、啊，我用发射器，然后他发射器还是他记得。哦，还偷拿别人的？我的发射器，难怪没有成功，会偷拿人家的，偷偷拿别人的。刚刚雨月不是发现说外面有红色机关？对啊，其实有一个发射器，我把它拆走了。哦，猫猫，猫猫死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猫猫在边界外，它传不回来了。底下是谁了？为什么在我家啦？哎，它很重要。你的新房客，你的新房客，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我拿到成就了。哦，有有有，耶！他在等那个啦，等屋主回来打招呼。对。打招呼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哦，不、啊，他是用绿宝石换剑士哦，他不是那个吗？啊，等一下借我看一下，他，啊、哎呦呦呦，不是可以帮他换职业吗？对，可以啊，我记得可以，可是他一开始就有职业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哎、欸，应该可以吧？有职业的不是也可以换？他好像只要旁边有其他工作台，他就换、哦，其他的工作台放了，好方便哦。那、嗯、要不要？先拉出去啊，或者把他拉到田旁边，给他的东西，他不是就变？把他那不能把他变成可以拿到经验修补的村民啊？要放那个讲台，讲台吗？嗯，讲台怎么做？那个三个四个半砖一个书柜，四个半砖、哦，好猛哦！没有经验老道，不是啊，是在干嘛？最近才在玩啊，很吵怎么了啦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空袭啊！空袭！是个木头半砖吗？对，木半砖，上面好像是倒三角形。倒三角形。啊？怎么你是吃到哪一个的啊？啊，等一下，先把它关在一个小空间里面，让它不要吃到附近有任何工作台。这样他就会吃那个，是不是？对，有了有了，我拿讲台了。然后我先看可不可以把它挤出去。哎、欸，我跟他交易，然后你把它挤出来看看。哎、欸，屁嘞！他会走，他会走哎、欸。他怎么看着我？这里应该可以吧？嗨，这里有书。就他说，可是哈基家没有自建台啊。啊，等一下，看书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下午还没白天吧？他跑出去了，跑出去了！给他出来，给他出来，给他出来！他要走回来了。这个郭府的话会，郭府的话会变成那个哦，好像叫皮匠吧？是哦，嗯，他是变了，看你们在其他地方把它变好，再把它收回来。所以我是说先引出来啊。先把其他东西弄掉啊。没有，因为现在因为他们要换工作，要等到快中午的时候才能换。哦，真的？嘿，这我最近在养村民的经验。你出去啦！你出去！你怎么了？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不喜欢这个新住户？宝山奈山的衣服拿去磨掉，然后再重新复一次三十层。好明显，宝山奈山的。山山的啊、为什么你要这样？宝山奈山的。哦哦，宝山交易了，跟他交易了。不要想歪啊！我觉得他交易之后还会。动哎、欸，你有活塞啊？哎、欸，他自己走回来哎、欸，见鬼哦、喔！你用船载他就好了。不是因为现在这个啊、哦，出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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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他坐船，给他坐船！啊！不要，不要，你不要，你不要，你不要回去了！嗯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、哦！我马上，我马上！哇、哦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出来！你不要沉下啊！这应该不会沉下去哈！转弯，转弯，转弯！你先盖个那个二层、四层式的厕所给他吧。是真是吗？对啊。啊，刚才杨家前面好了，在这里。好,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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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这是我们未来的铁人的东西。哎、欸，真的这一版的铁身超快、欸。你说铁巨人？你想干什么？铁巨人哈？假熊猫？你想干什么？什么啦？假熊猫？他可能假熊猫吧？我想。魔法少年假熊猫。假熊猫。想解任务啊啊！很难解，是白天了啊。嗯，等等，这个吧，我在外面呢。你然后这边堵起来、哦。你是不是想要砸我？对。
好了，对，这里，然后砸白白的，这边，然后船打掉，等一下我打，你看我会不会死掉，因为我声音没关系，结束前大家都会回来，到时候再打，我还是不要回去好了，不会的，不会痛啦、啊，可是会白白的。结果发现今天大家结尾就。不集合，大家结尾都不回来，大家没有想要集合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都想要陷害自己，结果每个人手上拿雪球，有没有？在那互丢，在互丢是不是？哇，摔死了，摔死了！我在爬树，啊，摔死了！耶耶！我们射到了，呀射到了！跑出去了！你是射谁啊？世界冠军啊！你射谁啊？世界冠军！太开心了！我跑回家了。出了谁啊？杨洋啊！哦，原来是杨洋。村民跑回来了，好怪哦！是假熊猫。给你，给你，这送你。不要，我不要你的线，你给我分一点过来、哦。欸、很好哎、欸，我劝你是分一点奖励给我过来哦。你真的是拿到世界冠军哎、欸！你好，真的是世界冠军哎哎哎哎哎！你有没有兴趣打职业啊？我觉得麦块的那个什么陷阱大师锦标赛可能还蛮适合你的。哇，太开心了吧！哇！我怎么这村民在我家晃来晃去啦、啊？跑楼上去了，他们在我房间，这是我房间，你给我出去啦！他去参观一下未来居所。对呀、啊，啊怎么会让他跑出来？我刚刚讲台不小心放出来，他就掉出来，他就跑下来了。他好过动哦，他坐着。好，他去借擦一下哈。啊，开锁。我家哎、欸，检查一下，出不去，高度够吗？可以啦，好，帮我补回来，帮我补回来，好，跟没有一样，乱补有没有？快，还有什么？这个，这个。哎、欸，那更坏、欸，那是杰克放的。哦，那个乱放的是杰克放的。哎、欸，好，等到世界冠军要当职业就这样啊。啊！职业冠军死掉了，有下一任的职业冠军了。那个你，哎、欸，你讲台放在这里，讲台在我这，没有没有，你讲台放在这里面就好了，这边就可以了。我让它空间大一点，空间大一点。好好好好，是要好一点。好，这样。阿丫，你刚刚都没有觉得怪怪的吗？没有，我就直接走出来啊。为什么那边就多了一台发射器？我觉得你要防小人呐、啊。哈哈，注意到啊，有点恍神，然后怎么射被谁射而已。哎、欸，千万不要打到他，打到他，他生气会涨价哦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他就会改变，像现在就两个绿宝石去换一个东西，你干嘛啦？我没怎样，假熊猫，你干嘛？我没怎样。啊！你要给哦、喔，你要给哦、喔，你要给哦、喔。他真的像熊猫哎、欸，超像的。我有九颗绿宝石。我可是那边有，你要花在它上面吗？我觉得不划算哎。先让它变成那个吧。先让它无名。先留着。对你交易过后，它就会真的锁起来，就不能再交那个了，不会再变了。哦，那我丢。哦，是哦。睡了。哎、欸，没有睡了，因为这时候傍晚，他们就会睡觉了。他们现在非常的那个什么作息非常的那个非常的正常。对，那我们再来就是需要命名牌了。命名牌我有，那个要引一只僵尸，然后把它命名。僵尸，让它跟丢高一样上下窜动，然后他们就会吓到，就会一直躺在床上又下来，躺在床上下来，可以这样子洗他们，洗铁巨人啊。哦哦。啊，他们是30秒侦测一次铁巨人，所以那个一天的话可以用到一组多的那个铁。谁在这里开楼梯啦？僵尸会爬上来啦，谁啊？对呀，会爬。这里也是啊，谁盖的啦？谁啊？那我只盖一个，不要盖我。是我，完全没盖。是啦，要盖就盖一格这样子。哦、对不起，世界冠军，不要生气。世界冠军是他接的，为什么换的？因为你打败他了，因为我打败他了。哦，对，被打掉了，打回来啊！被打掉。哎、欸，叶、哦、妹，有打就打回来。叶妹，
你要隐退了是不是？对，我也太美。他射我一，他射我一球，他就说没事，就走掉了。他就射后不不问不闻不问的啊。啊，啊，你这样不行。今天被塞哦，我是小雨。为什么是小雨、啊？不是杰克吗？对啊。不是啊，小雨，小雨刚没有，我是丢雪球了。哦，他拿白色的东西射我，然后射我。哇哇，很明显想要，这个就有一点，你意图开很严重、哦。小雨，你这样不行。不会啦，没有，两个都女的不会怀孕的。啊！你说什么？不是啊，人家男生跟男生也不会怀孕啊，女生也不会怀孕，没错啊。重点是两个女生的东西哪来的？有很多啊，雪球啊，对啊，雪球嘛，对啊，雪球嘛，雪球，那雪球哪来的？对啊，问一下嘛，雪球哪来的？哪来的？雪人啊，雪人啊，雪宝来的，雪人啊，对啊，雪人不会，雪人不会，地板上不会有，对啊，因为防爆，因为防爆，它地板上不会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嗯嗯，对，我第一次知道，防爆限制很多东西，还是你们觉得打开？这样苦力趴就很危险喽，想清楚、哦。这样会造乱七八糟哦，真的会乱七八糟哦。想上的要很注意哦。想清楚哦，这个我应该就会开始痛苦了。附近就开始火把乱插，疯狂插。我忘记半转、欸。你这要追上去了，你快追上去了。对啊，我忘记半转，我想要追了，不要追你。这是一场死军力了啦，白死哦！要追上来，追上来了，追上来了。哦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我要去捞水起来。爬进在哪里？我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他想扔你，就丢一些，想扔雪球在你脸上。他扔一些东西在你脸上。啊，他寄你的花在我身上。哎呦，我还在野外。你的矢车局这里还在改造，正在改造。哎、哦，还在野外。魔台到了，哦，在野外。我在找宝藏。受伤的声音，被美国虫吃到。哦，真的，那好恐怖哦。痛的。哎呦！宝藏在海里面哦。它通常都会在那个沙子岸边。对，因为它是在海里面。它对，就是在沙子下面呢、啊。嗯，它不会，它不会需要挖到土跟石头。嗯啊，嗯，普利帕走开！看有没有第二只僵尸村、哦？这超远呢、欸！哎呀，我的船，你走1300个，然后你的船在我这边。刚刚找僵尸村民啊，还要这一只哦？要三只，至少三只。哇、哦，这么多！嗯，船住，要三只才行。你就去那个你家附近啊，我在看了、啊。讲好像我家很会神怪一样，不然要去那个塔看吗？那个风车塔，风车塔，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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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那个还不插火把，看起来真的很像，好不好？我还没插火把，你很急，我很急呀、啊，我急性子哎，人不能这么急。然后这时候再把显示设定调距离调超近，有没有？看那个更像了。不要这样子、欸。然后，你们印象深怪是不是都是玩家附近的128格内，对不对？嗯。可是我学到，就是昨天学到是说，你把视野距离调到最近，就会升到你附近了。哦，远的地方、哦、真的真的真的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碉堡嘛，想说哦，压怪压得好累哦，然后就看到聊天是这样弄一下，结果，怪全部升在那个平台里面。可是那伺服器端也算吗？当然不算、啊，感觉就没用了，多人就不行、啊，没用了、啊，多人没有用了、啊，单人的，对，对啊，嗯，单人就是他看到的地方，他才有机会、嗯，他才会读书，嗯，很爽。我绕一圈没看到僵尸村民，我去跳一，那你再绕一圈，你要小心搬线钩哦。没了啦，没了啦，我解完了，我把线送他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海看到海了。在这附近的，需要小心的是杰克。啊，杰克解完了不是吗？他解完了，解完了，任务了，把他砍死、啊。伤害我一次，把我要永远提防他。我受到伤害。叫声将军，提防提防。哎、欸，我、哦、上面有一只。
哎呦，还怎么穿裤子啊，女孩？有特殊效果的蜘蛛。